师傅，下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许愿吃全素的同修，如果他已经许愿吃全素了，也坚持在吃全素，但是他为在家的人烧棺材，对他有没有什么影响呢？或者是有什么后果呢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后果嘛不大，但是呢，他的功德有漏，那是肯定的了，漏的蛮厉害的。你想想看。自己嘴巴里不吃肉，给人家烧肉啊，对不对啊？自己不吃鸡，给人家烧鸡肉，你说这算什么呢？对不对啊？是啊。那是否他这样漏过20%呢？占？不多，20%吧。20%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但是这个20%是怎么漏的呢？你积了100%，那你就是80%，听得懂吗？是这个概念。